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鱼豆。第七赛季精华二就开放了，我最爱的机械师也出了新的紫皮，鬼笑众，穿上实验服，身上还自带电流，哇，真是太酷了！哎，就是这个衣服它有点埋汰，我不管，我喜欢，我要了，性感鱼豆在线氪金，我要充钱了，现在就充！喂，老哥，啊，干啥呀？你要起什么幺蛾子？你叫我肯定是没好事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你看，有第五人格他又出新活动了，机械师出了紫皮呢。第一个紫皮，你就不心动吗？心动你就抽呗，你跟我说啥呀？那个老哥，抽奖前你报销不？啥啊？听不清，你大声，听不清。哎喂。喂，哎，你说你这死孩子了，打电话啥也不说，喂喂喂喂喂喂，哎，菊花精，那个抠脚的大猪蹄子，我阻止你找不到女朋友，哼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抽到这个紫皮，鬼笑症，满屏的激光，我来啦，第十轮抽法，先来一个，哎呀，好吧，这个结果我已经想到了，中年肯定在下面的十连抽呀，进攻，进攻，进攻，哎呀，三个蓝皮，哎，好吧，也算是一个好兆头，王一爸爸，给个金光吧。哎，抽到了一个新动作，我不挑，我没有的我全都要，哎，十连抽，出金光，出金光，给我出金光，这咋全是垃圾呀、啊？啊、哎、呀，等等，一定是我发型不对，哎，等一下哈，我先出去整理一下发型。单抽出金光出来吧，鬼笑众，哎，我知道了，等我把绿皮、蓝皮都抽出来，他们就肯定能把我的紫皮给我了，那就给我蓝皮、紫皮吧，十连抽出来吧，冒险家的绿皮，哎，也行吧，行吧。哎呦我去，又是冒险家绿皮啊！是不是已经没有别的绿皮了？看来我把垃圾都给抽出来了，只剩下紫皮和金皮了。那我这次一定可以的，我就不信，今天我一定要脱肥乳欧，该拿出我的秘籍了。打开金花二，然后认真的看了一眼我的紫皮，默数三个数，三、二、一。哎呀！啊，激光出来了！哇，激光出来了！哈哈，哎，怎么是敷衍的金币站长呀？我要去找萝莉酱去，我现在就让他给我充钱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抽到了机械师的紫皮吗？有没有什么好抽紫皮的方法呢？或者告诉我怎么能让萝莉酱给我充钱呢？快快留言告诉我吧。还有啊，记得点个关注呀，你们不到。